大爷，这银子都在这儿了，你过过数。慢着，六条狗值6000两银子，还有一个朝奉呢。你一个堂堂英雄典当的大朝奉，怎么着也得比这些恶狗值钱吧？你值3000两。混账东西！大爷说多少就是多少，还不赶紧去拿，愣是干什么？是。大爷，小的有眼无珠，我也不是贪事，您可不太会找。你不老说行规吗？就按你的行规来，给我写一张当票，我说，你写。金押奉府家丁6名，朝奉1名，当文银9000两，年息2分，凭票取赎，重以鼠咬冰火损失，各安天命，不得争论。3年为期，不赎断当。来来来，排好了，排好了，不准掉了。英雄，请。请。怎么回事啊？两位爷要玩一场。好，至少30两起押。先住吗？南霸天的场子，概不现住。要吗？怎么会是英雄会馆呢？你看，我就说了吧，凤老爷的场子绝不现住的。是啊，若是现住，岂不是狗熊会馆？来来来，下注下注啊！来，买定离手，下注了，买单说了啊，买定离手，来下注喽！哎，蛇皮张，哎，1000两，押单。好嘞。1000两。好，买定离手。准备开，来，谭颖，看来手气不错。说不定啊，就是凤老爷特意给咱们送银子呢。保官，凤老爷还有多少银子要送啊？二位大人，福大人的事儿，我父子二人一定尽心，钱也包在我凤府身上。凤家父子英雄果然名不虚传，要是天下武林人士都像你们父子这般明事理，那朝廷也就省心的多了。到时候还请二位大人在福大人面前多多美言几句。凤少爷放心，待我们回京之后，一定在大帅面前保荐令祖和凤少爷。多谢大人的好意。少爷，少爷，出大事了。是瞎吗？什么天大的事不能待会儿再说？等不了了，再等咱们府上的产业就都毁了。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再贪？
二位大人，府上出了点小事，恕不远送，先告辞了。凤少爷别。郑兄啊，这得换一块大一点的板子，照这样下去这银子要放不下了。我看就不用费事了，没准这赌场都是我的。哎呦，那凤老爷真是太客气了，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，收了吧。摇骰子吧。好，我摇。蛇皮医生，所有的银子压双。让让让让，让让一下。少爷。那小子真有两下子，你看我们这么多兄弟根本就搭不上手，还有那个女的也特别厉害，我记得他们好像一个叫张凤爪，一个叫拔凤毛。你个窝囊废，还不去备马？是，快快快快快！石伟爷，你可是想好了？愿赌服输。开就开，开！说，你小子竟然吃老钱，你当老子不知道啊？吃了雄心豹子胆，就你们俩敢在我的地盘撒野，怎么着，英雄会馆这是要赖账了？想赖账也可以，那就别叫什么英雄会馆，叫狗熊会馆。哼，要钱嘛不难，不过也得给我露两手瞧瞧啊。给你瞧，回去喊你爹来吧，别到时输了哭鼻子，可没人哄你。小子，敢不敢赌？敢赌的话，我给你个机会，省得到时候你说本大爷欺负你。怎么个赌法？比大小，一把定输赢，比大还是比小啊？随你。痛快，那就比小。先小后不小，你输了，我们还没赢。你还能更小吗？果然是高手，有两下子，领教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
输了就想赖账。你们凤家祖传是吗？还我凤凰肉！这个打我！各路好汉，我千里迢迢来到佛山，向钟家钟阿四买了一块凤凰肉，却被这厮一口给偷吃了。你们说，他该不该打？管你什么凤凰肉啊！你赶紧放了我！我让我爹杀了你全家！郝汉爷，郝汉爷，你手下留情，这是我们，这是我们凤老爷的独生爱子，凤老爷当他犹如性命一般。郝汉爷，您若是需要银子，便直说，还请放了我们的少主人。谁让他随便吃我们的凤凰肉？是凤老爷的独生爱子，便能随便吃别人家的东西吗？女下取笑了。这天底下哪有什么凤凰肉啊，就算是有，我们家少主人也绝对不会偷吃您的。哎，这凤凰肉是无价之宝，大补之物，一吃下去立即满面通红。你看他的脸红成这样，你还说他没吃？是郝汉爷您下手打肿的，这与凤凰肉不相干啊。征兄，这可就难办了。我说他吃了，他说他没吃，这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的，该如何是好啊？好办，不如一起去北地庙，找北地老爷判个理。还是真兄说的在理。哎，别，郝汉爷，您说的对，是我们错了。您说要怎么赔，我们就怎么赔。怎么赔？就像钟家那么赔。啊！老爷，老爷。大事不好了，少爷被人抓走了。今儿个就当着北地老爷还有佛山百姓的面，把你吃的凤凰肉给我吐出来。我去你的，你个王八蛋，看我今天不把你们这狗男女挫骨扬灰碎尸万段。让你嘴硬，今天就杀上你凤家的威风。还是凤家少爷，凤家少爷，有人敢打凤家少爷？我不是眼花了吗？今天这儿怎么了？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还是北地老爷显灵了？这可真是太岁头上动土啊！佛山镇竟敢跟我来这一手！父亲，废什么话，还不快杀了他们俩！回去少爷，给我杀，杀了他们！是首屈一指的人物，没想到连自己儿子的命也不救了。那留着你俩也没什么用了，一刀宰了吧。哎，两位英雄，两位英雄饶命啊！小的是一时糊涂，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两位英雄高抬贵手，饶小的一条狗命啊！我闭嘴，狗如此，凤家的脸全让你给丢尽了。少爷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不能再嘴硬了，再嘴硬这脑袋搬家了。
两位英雄，大家都是江湖中人，武林同道，还是你们大人不计小人过呀？你算什么江湖中人？欺压梁上鱼肉相比，武林这俩字儿都被你给玷污了。我无耻，我下流，我卑鄙。只要你们肯饶了我家少爷，我立马就叫他给中阿司赔罪去。赔罪？啊，晚了。英雄且慢动手。老爷，爹，老爷，爹，爹，老爷，爹，爹，可算了，老爷，就是这两个杂种，你看把我打成什么样了，你快杀了他们呀。少爷，少爷，你少混账。少爷怎么样？两位英雄，在下佛山奉天南，这厢有礼。原来你就是奉天南。是，真是久仰啊。好，你们在佛山镇只手遮天，横行无忌，好威风。两位英雄，奉某也是刚刚知道这件事情，真是天理难容，奉某痛心疾首啊。两位英雄，冯某家门不幸，出此逆子，千错万错都是冯某一个人之错，要杀要剐，二位英雄朝冯某来。爹，爹，您今天是怎么了？这是在佛山，咱们爷俩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啊？还不快去多叫点人手，我就不信在佛山你俩还能反了天了。我去。少爷，你这混蛋，你仗着你爹我的名号在佛山胡作非为啊！你欺负我不问世事是吧？爹，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？啊，你让你爹我以后如何面对佛山的父老，如何面对江湖上的朋友？我打死你们！老爷，老爷，不能再打了，再打少爷就没命了呀！你这个奴才！老爷，老爷，跟我！老爷啊！老爷，你这个奴才！老爷，纵容少爷啊，无法无天，害死人命，还有没有王法？还有没有伦理纲常？我好一个刘备打孩子，倒是将自己摘了个干净。奉天南，你敢说钟阿四一家的事你一点都不知晓？这我英雄奉某真的是不知道，被这几个小子真是给老婆气糊涂了啊！钟阿四家人呢？啊，人呢？钟家的人呢？钟阿四还在大牢里，钟四嫂和小二已经去找了。大胆贼人，还不从实招来！大人，大人，怎么回事？大人，出大事了，封家的厂子被人砸了。啊，谁这么大胆？我没听错吧？千真万确，小人亲眼所见。他们有多少人呢？两个人。两个人？明面上就两个人，暗中有多少小人看不出来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我家老爷让我给你带个话，他要钟阿四。要不要多带些人，把衙门里厅拆了，都带上？不不不，我家老爷说就要钟阿四一个人。快点！教此无方，在这儿给您赔不是了。太惨了，之前的死孩子也回不来了。是啊，六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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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钟兄弟。
兄三呐！周兄弟，小三呐！周兄弟，周兄弟，来人！快叫郎中救人！快快快，抬头！快，慢着！想跑？这儿的事还没完呢。我说这位姑娘，这凤老爷礼也赔了，银子也赔了。俗话说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吧。好你个得饶人处且饶人，那他们当初逼死钟家孩子的时候怎么不说这话？我知道你们有钱，这些银子对你们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，可他还是个孩子，他才不过四岁。这位英雄说的对呀、啊，再多的银子也解决不了人的命。不过这些银子是给钟家的一些丧葬费。常言道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今天凤某啊，就为钟家报仇，还佛山一片蓝天。说，今天是谁害死了那个孩子？啊！就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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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逆子，今天我就要回凤家清理门户。凤老爷，不能再杀人了，今天已经两条人命了。放手，放手！我的凤老爷呀、啊，您气糊涂了是吧？啊，有道是国有国法。凤少爷论罪该死，那也要经过官府审判呐、啊，不能私刑处死啊。您身为朝廷子民，一贯是奉公守法，怎么能做出此等母法纪之事啊？大人说的对，啊，先把这小子关起来，啊，任凭官府处置，该砍的砍，该流放的流放。好，好，好。来，把凤一鸣关起来。是。带走。爹，爹，我不去。爹，我不去。轻点儿。爹，我不干了。带入大牢。爹，严加看管。我不去坐牢。爹，你放了我吧。爹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走吧，热闹也看够了。就这么走了？那要不然呢？一命抵一命，咱们总不能把凤家全家人都杀光了吧？我总觉得哪不对劲儿。不对劲儿，走吧。常言道，行侠仗义不留名，你留在这儿等着别人谢你啊。想知心得君子之腹。二位英雄请留步，今日得见三省有幸，可否请二位过府一叙？不必了，路见不平是我们江湖人的本分，刚才多有得罪，还请凤老爷见谅啊。二位英雄义薄云天的好汉啊，凤某呢也是江湖中人，喜欢结交天下的朋友，恳请二位过府一叙啊。走走走，请。好，走了，下次再去。二位英雄，我为什么要给他面子？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这事儿已经翻篇了，再不依不饶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我认识你吗？我做什么关你屁事？是不是他哪句话惹着你了？
难道是我惹着你了？对，一口一个凤老爷，叫的比亲儿子还亲，你是不是还想着为他鞍前马后、看家护院？哎，别跟着我。那你总得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吧？真叫争凤吵啊？这是我刚学的方子。小点声，睡着了。啊，来，趁热。食材这么贵，别浪费了。若兰，你爹现在有进步，他可以把饭给煮熟了。敬重的人，他们都是名震江湖的大侠，为人坦荡。我于江湖行走，常有杀伐之事，这里是唯一令我心安之处。进入于兄嫂面前，先叩谢姑娘救命之恩。杨大哥，是你先于生死之际救了我，兰兰无以为报。若姑娘实无可依之处，如愿委身于我，必旁出于掌，护你一生。可忍他。高手终于有消息了，我找了他很久，
希望这次可以找到。18年，我仍然没有解开当年雪山的秘密，也没有找到你们的孩子。这次非去不可吗？我知道你要履行诺言，我也知道你一诺千金道理我都懂，可我就是不想让你去。司令，就这一次好不好？姚大哥，慢点，别那么粗鲁。贵重的啊，来人了。苗大哥，田兄，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大侄女过百天，我这个做叔叔的当然比谁都高兴啊。孩子还小，用不上这些东西。哎呀，区区小礼何足挂齿呢？哎，有些东西孩子还用不上，你们做爹娘的就先替他收着吧。哎，嫂子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个大哥他清高得很，你看他那样子，啊，平时呢要送他个礼物啊，比登天还难，也就这次借大侄女的光才能够送得出去。田掌门有心了，见外，太见外，什么掌门不掌门的，这天下谁不知道我田归农跟苗人凤是生死兄弟，哪一天我田归农封侯拜将，您永远还是我最敬仰的大哥。进屋说吧。好，来来来，来搬进来。不瞒您说，这个百家被我可是花了不少功夫才做成的啊！我还特意去了寺庙，请禅师做法加持，以保孩子长命百岁、平安。还在睡觉？哦，嘘，你看我。哎呀，嗯。眉似新月，目若星辰，哎，五官酷似大嫂，将来肯定是个美人胚子。不过她眉间却像极了大哥，透露着那股英气。有吗？对，英气啊。我看英气还是不必了，若兰是女孩子，可别像她爹一样成天就知道舞刀弄剑，打打杀杀。我就希望他能够平安快乐，他才百天，你就又要去苗疆了。庄外有一家酒肆，我们边喝边聊。哎，我有带酒来，是你最爱的女儿红啊，就在家里吧。请。好。嗯，大哥这次一去可有明确的目标？大哥，这江湖传言难辨真假，为了一个传言抛家舍业孤身前往，难免有点不妥吧。好，倘若他真的在苗疆，但这苗疆山高林密，道路崎岖，这茫茫人海，一个陌生人哪儿找得到啊？哪怕此行是大海捞针，我也要去一趟。在世间
间。